嗨，我是糯米糖。昨天我们刚举办完 SQ 圣诞天的演出，再过十天就要跨年了，然后准备了很屌的东西要给你们看。如果你们有良心的话，跨年就来看一下。那个还算重来。那个今年我们没有50000块可以让你们抽奖，50000块的话，你们去那个那一家买票，然后抽奖，然后来我们这里看这个骷髅头，因为我把钱都拿来活这个东西了。告诉你，那个骷髅头绝对比那个抽50000块还要屌。我要什么配色？50000块被我花掉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就找最会做头的，做妖怪村的设计师哥，然后跟他讲说我们没钱，我被骗了。跨年我要送大家肯定真的很亮亮的手，啪！有没有儿时的记忆？大大亮亮嘛，然后它还可以变色，还可以变红，然后还可以变黑，什么颜色看不到？哎，这只是有点锈的，对啊，反正就是很厉害这样。大趴的，你他妈认命哦！来到夜店，每个人都想要抓。如果你喜欢黄奕飞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黄奕飞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应该就是 dancer 派派。然后这个就是 queen 啊。桌子吧。那现在干嘛？我们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大概讲一下。要问我？跨年灯光师。所以为什么灯光师都要是女的？固定。女的就没有实力啊，不一定女的就有实力啊，这个要提别人的图面吗？到时候那个骷髅头额头会长出一只羊群，全息羊群，晋级的巨雕会从眼睛跑出来，嘴巴冒烟，会有一种口爆的感觉。全台中最低级，绝对不可能比我低级的。所有的意淫的一种意象都可以在跨年的 party 上面。我觉得意淫意象不是太吉祥，因为我想说巨象是口头禅，巨象是。哎，这是一个不错，这是一个不错的 idea。所以我们要 3D 投影的 A 片。对，就是大跨年的时候，感谢自己看一天网的情况。2015，你们永远都只能看着我的后脑。